放开那个片子，让我来吧。大家好，我是周八片。今天八的片是高分动画《飞出个未来》。一个常年懒散的人突然勤快起来，往往会像回光返照那般不祥。视力不行、五谷不分的班德竟然要做饭，为心爱的朋友必须用上等的材料，比如吃天然虫子长大的走地鸡。班德自己吞下没什么嚼劲的肉，把富含钙的骨头全部留给朋友。眼看厨房毒烟四起，忽来感觉不妙，他要抓紧通知外面天真无知的同事，就算来不及亡命天涯，起码也先吃点胃药。可是，一切都太晚了。班德站在门口，宛如死神的邀约。众人呆坐餐厅，形同赴死的逃兵。桌上的钢铁与血骨是天牢用刑后的惨绝。班德请大家务必尽情享用，还有甜点饮料。面对生死的试炼，各位需要绝地求生的智慧。白教授表示，他在桌上装了一个虫洞，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这些生化武器转移到世界某个角落。可这该死的命运绝非仁慈的神父，你向他吐出心中的苦水，却被他泼回一盆冷水。班德端出一道生机盎然的甜点，隐约蠕动着生命的气息。莉拉趁机倒掉自己的穿肠料理。可正如八篇说过，苟活下来的性命往往践踏着无辜的尸骨。爱岗敬业的棕榈树凋零在猝不及防的恰饭时间。班德回到厨房，充分利用地上的边角料给大家调制一杯爱心饮品。推开门缝，却听到了不理解的声音，有想原地爆炸的，有要割掉自己舌头的，言语间充满了对手艺人的 diss。 班德的心随着饮品碎了一地，灼烧掉所有期望与梦想，留下一个无法愈合的空洞。班德收拾好包袱离家出走，可厨师的梦想隐隐灼灼，只需一个火苗就还能死灰复燃。他看到了本地最著名厨师的餐厅，决定死皮赖脸拜师学艺。可大厨并没有开门授徒的职业规划，劝他赶紧滚出去，否则就放狗咬人。班德无处安放的梦想仿佛要被这黑夜吞噬，胡子拉碴的他敢问路在何方。两个快乐的流浪汉劝他一路向西，去极乐世界求得美食的真谛。他们搭上西去的列车，历经81站台，一头扎下去就是要去的极乐世界。这里是本象县最大的流浪汉聚集地，充斥着一无所有的欢愉。隐居于此的厨神为流浪汉提供美食，料理的香味甚至能托起过路的臭弟弟。据说他年轻时候的声名荡平银河系，想要预约他的一顿晚餐，最快的方式是创造一个已经排上号的平行宇宙。没人知道他为何藏身于此，大家只晓得他有个平平无奇的名字老当家。班德决定去打听他的过往，老当家毫无遮掩，娓娓道来。遥想当年风华正茂，强的秃头，厨艺拔群，被人唤作小当家。我是某电视台知名美食节目的一哥，奈何电视台高层厌倦了正统料理，找了个不太正经的大厨替代我做吃播。他是黑暗料理界的集大成者，五仁月饼炒香菜、爆头章鱼蘸辣酱、崂山白水炸蜘蛛、鲱鱼罐头臭豆腐。对此我备受打击，精神失常，流落到此。班德表示，那个大厨也毁了他的厨师梦。老当家说，莫要慌，虽然你没有味觉，但这既是短板也是长处。失去教条束缚，脱离低级趣味，思想就会抵达自由美味的境界。做出来的菜有种味道叫做馋。你要知道，贝多芬的伟大恰恰是因为他听力不好。接下来我会好好训练你。只有经过地狱的磨练，才能练就天堂的厨艺。班德学成之后做了一个毕业菜，在老当家细细品尝后宣布了合格的消息，班德欢呼庆祝。可正如奶奶说过，行星的诞生往往伴随着旧神的陨落。老当家说他吃完之后貌似胃在出血，恐怕时日不多。他决定把料理的终极秘诀传给班德，这是一种古老神秘而完美的香料，用了它你就是料理界的东方不败。不要对我的死感到自责，记得替我打败黑暗料理大厨。老当家安详地去了，真正纠结的厨艺要用生命来传承，徒弟学成的那道菜将会是师父的毒药，在生死弥留的裂隙中方能领会奥义。班德发誓要为师父报仇，来到大厨的餐厅下了挑战书，公司众人齐齐来捧场，史上首位机器人来踢馆食神大赛，同样的垃圾食材就看谁能化腐朽为神奇。大厨很快拿出一道亮丽的料理，威尼斯的眼泪，食材高度还原了威尼斯的街景，瞎了的瞎子吟唱着泪目的歌剧。班德则不慌不忙地用屁股揉面，叮叮当当地敲打食材，看似朴素的操作有着原始的力量，最重要的是他持有的秘密武器实在让人浮想联翩。评选开始，大厨的料理自然获得一致好评。班德毫无畏惧，自信端上他的作品。重金属超标的芳香先是征服了脑袋美食家，这黝黑的外表用肤色直接打动了小黑评委。作品的丑陋则让绿大头联想到自己，外表虽然恶心，但内心也可以很美。料理的最高境界吃的是人间悲欢，就凭这一点，班德是当之无愧的食神。旧神陨落，新神加冕，失败的大厨必须洗掉所有的碗。回到家的班德立刻掏出他的秘密配方，白教授很好奇这成分，一通扫描之后发现里面不过是清清白白的水，流水无形却无所不行，它可以什么都不是，也可以让你仿佛拥有了一切。老当家传给班德的秘方其实是信心，信心让他表面上看起来非常专业从容，端出来的作品自然显得高深莫测，连最老辣的评委都唬不透。还记得爷爷说过，外表是一把肤浅但狡猾的钥匙，很容易打开别人的心门。一个蓬头垢面口气醉人的极品宅男和一个唇红齿白面露春光的精神小伙，后者显然更容易
易获得他人好感，这个世界向来如此，七分靠打拼，三分看眼缘，爱笑才会赢。无论境况如何，每个人都有一份隐形的财富，只要拾起信心，保持微笑，就能立刻拥有。如果喜欢我的节目，记得点击下方订阅，我会努力更新的。